我讲要去食伊啊，也毋过伊毋肯啊。林俊，恁两个哦，较早呢考袂当二十四小时拢连做伙，啊是安怎奈？这结婚了，就随便看啦。哎呀，我嘛毋知影最近。 这你是倒位咧无欢喜，啊？甲伊讲无两句话，会口气就无好。啊，就讲，什么我甲以前无共款，差真多。我是想拢无，啊，以前的真，无我是讲，我是想拢无，以前的我甲即马到底是差偌济啦？哥，那呢迄件代志？ 你敢有甲爸妈因讲啊？什么代志啊？哥一向哦真重视家庭，哪有可能无甲所有有心的代志放伫心肝头？我看哦，我甲恁陈姐人绝对是百分之一千，毋是哥。新茹啊，啊你要讲的是什么代志啦？有代志就紧讲，莫吓惊阮两个老的。
各地太阳圈到有专人甲我提醒，讲即马阮规家伙啊，算是高冠台人质。搁再讲，就算讲我即马甲真相讲出来，爸妈嘛无一定会相信我啊。所以我袂当即马就拆破伊的小鬼仔卡。无想知影伊安怎甲阮分化，甲阮对付。心如，金心如，啊，哦。既然哥无甲恁讲，应该是哦，想要当作是惊喜啦。歹势哦，我讲老高诶。哥，你到底是讲啥？我是听无你意思咧。甲子霖有关呢？那对，两条线诶代志啊。我是啥物咧？两条线？哪对两条线？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讲啊，验孕棒两条线，算有心啊！我就知嘞，阿你，那喏，今要做阿公阿妈。阿你阿妈就知伊今要做阿祖，一定就欢喜的。阿你好阿你好，欢喜到伤早啊！你囡仔无到三个月呢。是不是让顺利生落来还阁唔知咧？无你甲家人参与小石头扎散，安尼变到较食力。义俊，无你是因为工作压力伤大，伤过头忝去。无你即摆讲话哪会安尼啊？三角六尖，无怪子言哦，较袂多就想要甲你冤家。就是安尼讲你。你讲话也安尼讲啦，你迄家己的囝呢，哪有人安尼去甲纠缠啊？迄哪有外人听到，人叫伊讲，迄个囝仔毋是你的。本来就，好了，我是讲，啊，自从我从香港回来以后，我都无甲子霖同房啊。但我保证，这个囝仔一定是我的。这三百斤啊，是啥会去怀疑这个代志？你要做爸爸呢？我看你即毛哦，迄工课量哦爱较减少，安尼心情才会轻松，啊嘛较有时间来陪子霖啊。我咧想哦，子霖稳当是因为有心，所以呢情绪较袂稳定。彦俊啊，你都爱较体谅伊咧，是怎哦？较牛力，知无？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等下哦，早点仔食食的时候，你要该拍一通电话。啊，看有想要吃补，啊，若有想要吃，你就讲，我叫恁妈煮煮来，赶去公司去吃，哈。你竟然头一找到硬有险的菜，你拢袂记得哦，顶家伊食险食到过敏的代志哦。袂用紧，我已经去找他们全参详。一定要想办法喽，把这个假金燕君扫地出门。